是 BJ 48金 J。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塔库拉玛塔塔公演，耶！大家刚刚欣赏了塔库拉玛塔塔七太之一 Tennis Wake Up， 大家喜欢吗？喜欢。今天 MC 的话题是对房里的生日祝福，那么就从刘贤开始吧。耶！圈圈圆圆圈圈，甜甜甜甜甜甜的我。大家好，我是 BJ 48金 J 刘贤，谢谢大家来看房里的生日公演。耶！
谢大家，谢谢。翻车现场，谢谢大家。嗯，对房磊的生日祝福。其实我一直觉得房磊可以走那种，就是老公路线。但是我走的是渣男路线，我是不是走错了？就是，渣男也是一种老公嘛。然后你啊，你不是渣男的老公吗？就只不过是很多人的老公而已，对吧？你说的是《婚姻诱惑》里那个，就是侯世贤是吧？不是，什么话到你嘴里怎么都变味儿了呢？那个嘛，就是那种渣男，你好骚、啊。我觉得他原本，我觉得房磊原本想当一个暖男好老公，结果身边的女孩子太多，不小心就渣掉了。渣工，嗯，他不是一直都这么渣吗？什么时候想当好老公？哎，祝福啊，祝福，祝福，所以希望希望你以后变成一个暖男，好不好？不是渣男。怎么批斗大会了呢？然后也希望你越来越漂亮，因为我觉得这对每个女孩子来说都是毕生的追求。没错，就是这样。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不叫魏，我叫楚雨群。哎，你这个 catch phrase 是认真的吗？啊、楚雨荨同款发型。对啊，楚雨荨是歪马尾、斜马尾，人家是低马尾，不是高的。他真的扎过高的。哎，你开头少两个字，第一我不叫魏，第一是吧？第二，第二什么？你是不是拽？我不是拽，我是愤怒。然后第三呢？第三我是猪头。啊？什么？管你是猪头？没错。他不是说就是经典名言吗？什么花猪、蠢猪，你是猪头乳猪、啊啊，有人记得吗？那不是第三。什么莫若云海，你是心没有梦想，永远飞不上蓝天的蠢猪。对，然后对房磊的祝福。哎，下面还没喊call呢。哦，不好意思啊。对，你已经跨过了最重要的部分，这可能可是舅舅们来看公演的唯一理由。期待一下房磊等会的精彩表演。啊！太过真实，引起不适。我要介绍了。嗯，对，你可以再来一遍楚雨荨。别了，我还是别了。大家好，我是 BJ48 听不见的何阳青青，谢谢大家来观看房磊的生日公演。耶！29块钱的那个，什么 T 恤？那个黄色的。那不是29块钱。跳过。那个什么，我说到哪儿了？不约而同的一出生是吧？啊，对，就是难得少有的同年同月同日生。来，我们大家祝何阳青青生日快乐！吓我一跳，谢谢大家。我需要再过一次吗？没有，就是那个。我要说什么来着？祝福啊，祝福啊，祝福！祝你能像端木磊带我去美特斯邦威一样，哎，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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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没事，都已经说完了，你们都说完了吧？天天幸福，然后这一夜暴富，天天开心。嗯，谢谢。不会同年同日死，放心。呸！啊，不能说这个。我发现你都说完了。你今天梳了这个头发之后，你的智商急速下降，你知道吗？是吗？我觉得提高了很多呀。算了，头发都变多了。楚雨荨丢不起这个人。没有，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
是 BJ48 Team J 的王宇轩，现在来看黄磊的生日公演。知道你要喊老公。你后面的要是不全都喊完了，你就完了。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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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宇轩。谢谢。见到王宇轩。谢谢。对房磊的生日祝福。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第一眼见到房磊就有点怕他，因为很像一个社会女青年，就是。哎，我今天在后台也刚刚说了，我说房磊你真的是我们的社会姐。不过第一次见到房磊的时候，觉得他像那种二少奶奶。为什么又称少奶奶？为什么我怎么就称少奶奶了？因为大少奶奶是哪个大少奶奶？因为是第二位小。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听懂。啊，那就没听懂，没关系，不要忽略我。当我不存在。到底谁的智商不在线？你们今天都怎么了？太兴奋了，他应该是爱上了你。王雪，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会说骚话了？你好骚啊！因为杨烨不在，杨烨不在就可以这样吗？就反正最近跟房磊接触之后，觉得他还是蛮有趣的。最近接触的，就是我们一直都不熟。我觉得我这个生日公演过得好扎心啊，就是跟他聊天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还算非常直接的一个人，然后我也就是蛮喜欢他直接的性子，然后就是算是非常羡慕吧，然后希望你以后。我也非常羡慕你啊。羡慕他什么？你要说清楚。谁不羡慕呀？他是不是和在场唯一少数不用过今天这个节日的人啊？哦，什么叫做唯一少数？就唯一不是唯一啊，这不还有一个吗？谁啊？关我什么事？王二要开始反驳了。叶苗苗，打他打他，你厉害。被群殴？不会的。你会帮我是吗？啊，你会站在我这边。我不会在我们不会在台上群殴。恩如贵，台上我们关系都很好。塑料姐妹花，好可怕，瑟瑟发抖。然后生日祝福哈，然后祝你越来越有钱，然后一直能很开心，然后腿长得比。比千玉小腿长就可以了。我小腿，我现在没有太高的要求。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金龙三，谢谢大家来看房磊的生日公演。耶！其实我好像微博的第二条还说过我那个最喜欢的前辈，就是一个你一下得罪了在场除房磊以外的所有人。耶耶，他是说最喜欢，最喜欢不代表不喜欢你们，
最喜欢的前辈，因为进来就是看到房磊，就是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比较弱女子那种女孩子的那种感觉。房磊，我懂，小心点说话。如果你说不喜欢我，怕我打你是吗？不是，就是房磊给人的感觉是像男孩子。你记不记得黄子璇就是一天到晚叫房磊。然后就跟黄子璇待久了，就觉得哎，应该是因为你们二期来的时候，正好我们刚男装公演，那阵子他走火入魔了，你知道吗？就是还穿男装去壁咚小后背，特别可怕。哇，谁呀？我想知道是谁。我忘了是谁。是黄子璇，哎，是好像是他吧？我不记得了，壁咚了他。就随便壁咚一下是吗？怪不得渣男有这么多人喜欢你。没有，我现在不渣了呀，我现在很女人啊。所以现在没人喜欢。不是，就那么个意思。扎心了。然后其实我还挺喜欢房磊，就是性格啊什么。其实我因为大家都是巨蟹座嘛，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像，就有些方面。谁跟你像？有些方面还是挺像的，但是我跟何阳青就不像啊，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你超像的。我觉得我们三个都不像。我跟你不像，我跟罗塞挺像的呀，我觉得。亲亲口袋吧，别丢人了。怎么了？我说认真的，好吗？你干嘛？关如，别说话了。是，还是有点像，像甜，因为都一样甜。然后今天你嫉妒的太明显。我嫉妒谁了？因为今天光棍节嘛，太明显了。站中间是吗？我继续啊，看我干嘛呀？啊，继续，就是对房磊的祝福，就是希望他能完成，不，他能实现他就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现在也是，就估计将来还是，然后就希望，就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就是希望你能实现它，然后希望你就是很幸福，然后干嘛？我怎么觉得你这像婚礼祝福呢？我希望你很幸福。司仪以后可以请我，然后那个就是希望你一夜暴富，然后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想干嘛干嘛。但是得在有什么原则的问题上。哇，你这话好吓人呐、啊！主要是我还能干嘛？想干嘛？我想说，就不能再做渣男了，你要一心一意的。对谁？我没有一心一意的对象，但是那个对象太远了，这儿没有啊。就好好跟刘贤一起生个房间。我才不要！就这样，谢谢大家。小伙伴吧，哪个老公？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张怀瑾，欢迎大家来看我们 Hakuna Matata 暨房磊的生日公演。
我头一次听到有人喊我你个单身狗，说的像你不是一样。我觉得台上的人都气炸了。不是，为什么这种偏偏应该犯随偶像的事情你们不能随一下呢？对不对？哦，我真的好难过，我眼泪都在眼眶里。仰望天空45度，台上剩下的人被你们气的，我天哪，真的。昨天晚上刚剁完手，然后今天又来上班，然后上班还要被自己粉丝气，我天哪，过的什么日子真的是。那个，然后是对房磊的生日祝福，我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就依照惯例先祝你一夜暴富。然后那个好看我就觉得不用了，因为我就是自从我因为之前房磊因为学业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嘛，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我在台上，我正好也是这个站位，然后往那边一看的时候，我就被他美到了，所以我觉得我不用再说这个人长得好看了，不然说明你之前没正眼看过我就是了。哦，我知道了，我就是你可有可无的网友。好了，我天哪，我头一次看到有人倒打一耙。你这个渣男的名号，然后你过来反过来指责我说你只是我可有可无，我才是只有你可有可无那个好吗？你五轮次了吧？你这个地热，啊？地热？为什么是地热？因为你比中央空调要高一级。就是那个很棒，然后也很棒，就那个对，请大家期待今天房磊带来的生日表演，跟他去年的一样精彩，比去年的还要精彩。别了哥，我下不来台了。没有，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挺好的。然后就希望房磊这一年开开心心，然后这一年快过完了，新的一岁，新的一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然后也是跟罗塞一样，祝你那个一直以来的梦想有一天不再是梦想，我就不像他那么狠，对。然后就是祝房磊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陈雅玉，谢谢大家来看房磊的生日公演。耶！
太吓人了，但我没说。我刚刚还说这是我见过最有创意的下场方式，结果你俩根本就没打算下去。方磊就是这样的人，看到了吧？哥哥，剪掉啊，剪掉。这是直播。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我气到吐血。哥哥哥哥，瞄准发射。啊！射！大家好，我是 BJ Forty Team J 的葛思琪，谢谢大家来看。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叫渣男。我刚才在想，就是叫房磊，叫房渣男，叫房磊有点生疏。希望欢迎大家来看磊子的生日公演，耶！深了，然后就都一口干了，就那种，然后干一个。嗯，就是磊哥是一个特别特别豁达，然后特别特别随性的女孩子，就是象征自由的女人。那你意思我自由女神呗？女神。嗯，对对对，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磊哥他。我好自由，我想下去坐坐。就是。那个就是磊哥，他学习特别好。据说你认真的吗？我高考数学44分。哎，那他们谁说的呀？说你什么？说你过了英语6级了。4级。4级。哦，6级还没考呢。啊，就说什么你大一还是高中的时候就过了。对啊，就很厉害嘛。一次过。对啊，有的人都40多了还没过。我是就因为就是我是不敢考4级，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大一就能过真的很厉害，就凭这个你也得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优秀，对不对？那我英语来一段呗。你说呢？我待会儿英语说行吗？行行行，请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山东式英语。是，主要是我觉得他跟刘贤这种 English Gooder 在一起待久了之后吧，这个英语水平容易就是上下起伏不定。我听不懂刘贤说英语，因为我感觉得吗？不是，因为我感觉刘贤说什么都像说四川话。他有一阵他说英语，我分不出来他在说泰语还是在说英语。说英语说得很泰式，莫名就有那种泰国腔那种。对对对，毕竟是柬埔寨混血嘛，我理解。刘贤说话特别臭。那种他说什么我都觉得他在骂我。真的，我就是他邀请咱们上他们家那边去旅游嘛，我不敢，因为感觉好凶。谢谢大家，就是这样。耶、yeah.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is single party. My name is 方磊。I'm come from 那个什么优探星梦区 TJ, thank you. 快到发
甚至想念。Yeah, thank you. You are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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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什么？那个什么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想死，为什么要声唱？我以为自己可以很厉害，真的，我没有一首是录音的。然后刚刚擦完上来彩排，我彩排完了之后，这生日公演我能不开了吗？我想走人。然后我怎么样，反正自己选的嘛，硬着头皮得唱下去是吗？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耶！Team J 刘亦菲，欢迎大家来看方磊的生日公演。耶！刘亦菲，方磊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刘亦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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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亦菲，谢谢你为什么不叫我老公？哎。
认为她就是就比较，我以为她是那种很高冷的女生，就是也不敢接触，因为就是我也有点内向害羞，就不会主动跟人打招呼。但是后来就接触时间长了，发现房磊真的就是一个小男孩，就跟外表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嗯，对，所以就是希望以后磊哥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一起。好，然后希望他呢新的一岁可以健健康康的，越来越漂亮，然后等会的生日环节也不要翻车。嗯，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去场柳猫出没欧喵咪。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一苗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看房磊的生日公演。耶、yeah! yeah!是谁，然后我一推门发现他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我跟他打招呼他没有理我，然后我觉得他好高冷啊，然后后来我觉得他实在是就是他虽然很像男孩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他莫名就很可爱，就是萌点，就是那种小男孩，不是那种就突然很装帅的怎么样，就突然一下子就傻了，很傻的那种，就很可爱。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挺紧张的，生日公演，然后希望他不要紧张，然后好好的完成今天的节目，然后希望他今晚生日公演完了之后可以带我们出去玩，因为我看房磊就觉得他特别有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想说生日公演完请你吃饭是吗？我觉得房磊看起来就很有钱。对，希望他天天开心，一夜暴富，富了之后带我飞，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既有完美的脸蛋，也有温柔内心的完美美少女。哦吼！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任心怡，感谢大家来看房磊的生日公演。耶、yeah. yeah. ！谁呢？我也漂亮。任心怡，我对你一心一意啊。哎，我刚刚好像在你，他说房磊，他爱房磊。我对你一心一意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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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房磊的时候也是觉得哇好高冷，但是他房磊给我的感觉就是女神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军训的时候看他站军姿站得特别认真。对，房磊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特别有耐心的人，然后就是会一直坚持到底的那种。那会儿军训真的很累，我们每个人就是都会有人扛不住什么，但是房磊从头至尾都没有就是坐下来过，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人毅力真的好强啊，我当时就特别佩服他。然后就是当时他在我心里就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漂亮。然后就是希望房磊今天生日公演就是不要翻车，顺顺利利的进行，希望他今年一年可以开开心心的，就这样，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吧。欣赏了 My Boy 三任四季的爱恋飞行热气球旅行日记配乐天选地偶福利哥，你们喜欢吗？喜欢。有人要说有顺住吗？没有吧。我有啊。祝 ID 为一个人的寂寞旅程，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新年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发大财。谢谢。那看一下今天的 MC 话题吧。一完戴耳机看口型，传话游戏输的人惩罚夸队友。二，如果你是男的，更愿意娶队里的谁？为什么？三，如果在剧场选一个东西做你的本命物，人或物都可以，你会选什么？四，请讲一讲和成员出去旅游的趣事。五，团里你最想守护的东西是什么？为他做过哪些努力吗？耶！选几个都好正能量。从六谁开始吧。选话题，从我开始，我要说一件事情，我真的让我很生气。刚才 My Boy 的时候，我虽然说拿个板子上面写的杨烨名字，但是谁允许你们真的就叫杨烨的名字的？而且听说叫杨烨就算了，举的棒子都是红的。谁让你们举红色棒子的？啊？谁举蓝色棒子了？没有人。但是我人还是我在那个，我是在台上受到了那个莫大的侮辱，我真的气死我了。下一次我连杨烨的牌子都举了，我就是刘贤上去，我就要那个。真的啊？好吧，那就从你开始吧。我们第一个能玩吗？能玩。爸。堵住你的耳朵，那口型也可以。哎，我有耳机，给你拿耳机。那要不说，就是张嘴不出声音。对，张嘴不出声音。真实的。那我不管他了，我们玩吧。那咱去拿耳机吧。你在说什么呢？没有，来传。我说什么了？玩戴耳。思想不单纯。传话，娜娜开始吧。谁第一个说？房磊出题。我出题，嗯，我出题谁猜啊？轮就是这样，轮着猜。他对我这个呀。啊，最后一个是王宇轩是吗？他猜你说的。看哈。哎，雅玉。我只带了耳机和。不需要的。来，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啊？又放回去了。快点！快点！来。我房磊出题，最后一个要猜。你要猜还是上几个？我出题，你们为什么都面向那边啊？啊，我这样是吗？我面向你。我这样。哦，对，不要看。你说。我又不瞎。就是看口型啊！你关掉。这是多少个字啊？你要先说几个字。你认真的吗？OK 不带纸的。带纸啊。哎，是你拿麦说。是笔画还是就是看你的口型是吧？纸的话那也太容易了点。对，唇语是吗？对。来。懂了，太简单了这个。我
我相信你啊。看这人都懂了，我觉得这句话一个眼神就能传达。对啊，这个太简单了，但他自己不一定说。好好奇，由不得他了。你是二，什么？那是里面，你是个小孩子。什么什么？你是啥？你？你要让他自己说出来这些。你是二，你是，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黑是不是？你，你是个，你是个矮子。哎，怎么还在伤害人的呢？我只是陈述事实啊。你是个矮子、啊。那边输掉的怎么来着？输掉的。那我觉得这个这应该算老王猜错了，因为他说的是陈雅玉，不是你，哦、是吧？我们要遵守、哦。他说的是你，你听的是什么？是你吗？陈雅玉。陈雅玉是个小矮子。啊、你不跟我说你吗？那就流行是吗？流行的歌。没有，我说的是陈雅玉。行了，流行啊。等会儿陈雅玉是怎么能看上你这个字的？三个字怎么能看上一个字？等会儿陈雅玉怎么了？打一架，打一架。行了，刘贤，来俯卧撑十个。俯卧撑？这夸人。我最近不是有进行体能训练吗？我相信你可以的。哇！你嘴什么？嘴角抽抽动。我可以帮你拿麦，帮你数。加油！加油！加油！不可以，你趴下吧。为什么都喜欢体力惩罚？我不懂，不太懂。八，你想要什么惩罚？下一个就是你。啊，我去出题。你要猜吗？你去猜吧。当然要猜了，我不猜我干嘛？我在中间比较安全。哎，你不是在轮到最后去吗？方磊，轮到最后去，去吧。啊，那我。太弱了，你这个没有，我就是这么乖巧。啊，好吧，来，狗子一脸的懵，狗子的表情好搞笑啊！我好像说的不是那个。知道陈雅玉机长是多疼了，就轻轻碰一下，别给自己加戏。方磊是个龟。哪有这么说是啊？的是啊，是嗯是对，是周荣说的。你说是、啊？不，你说的没错，但是你出。方磊是啥？他说我是个龟。他是个龟啊，他是王宇轩跟我说的。他出在哪儿？王宇轩。那你说你说的是什么？你猜我说的是方磊是个坏人。啊？我听着方磊是个鬼。他就是个鬼。方磊是个鬼，方磊是个坏人，你是啥？方磊是个坏人。我说的是方磊生日快乐。陈雅玉说的，对啊，我说你先说的，一起去。
季啊，下谁能下跪？下跪，已经跪着了，别下了。下跪呀、啊！下跪。那你要你要求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寿星，你说寿星你说什么就什么。嗯。裸奔吧。你是个龟。你我说你说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还开玩笑，我知道我是开玩笑的。我相信你，亲我一口就算了。哇，这么甜的吗？我能亲自一口吗？好。哇、哦！你们怎么能这样子？这说好的惩罚呢？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哎，那王宇轩也来亲我口，来。就是第一次握手会的时候，他骗我说他是给航母上期卫星打蜡的，然后我信以为真，对这个职业肃然起敬。后来我发现他是骗我的，但是他真的是造航母的，所以就是祝这位专业非常厉害的同学，然后这那个在新的一岁里，就是学业顺利，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健康康，祝你生日快乐，耶！我也有很多要说，祝红豆泥你在吗？你在哪里？祝你生日快乐哦！希望新的一年里可以身体健康，然后不要犯随偶像，不要秃啦！就这样，谢谢。耶、yeah. ！然后小钱欧尼你在吗？啊，你不在，我相信你会在直播上看的。那么对镜头面前的你说，希望你早日来优糖看我哦！就这样，生日快乐。耶、yeah. ！然后丫丫的婶婶你在吗？嗯，祝你生日快乐哦！然后新的一年里天天开心，谢谢。耶、yeah. ！然后世界第二可爱的你，你在吗？为什么你是世界第二可爱的你？那我是世界第一可爱，世界第一可爱，祝你生日快乐，越来越可爱，就这样，谢谢。耶、yeah. yeah. ！祝 ID 为。小可爱的丽宝，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天天开心。耶、yeah. ！祝 ID 为 BJ48 Team J 房磊生日快乐。耶、yeah. yeah. ！太甜了，太甜了，可房磊生日已经过了呀。嗯，他今天刚刚登记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MC 话题。一玩戴耳机看口型传话游戏，输的人惩罚夸队友。二如果你是男的，更愿意娶队里谁？为什么？三如果在剧场选一个东西做你的本命物，人或物都可以，你会选什么？什么？四请讲一个成员出去旅游的趣事。五团队最想守护的东西是什么？为他做过哪些努力吗？选啥？升级。一。一。二。三。咱们有耳机吗？五。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我投一亿票。要不然，因为我们有耳机吗？我好像有。要那种。我没戴耳机。或者声音不行，是有头戴式，假装听不见不可以吗？把自己耳朵堵上，捂耳朵吧，可以不发声啊，说的不说的那个人，那行吧，那就这样吧。好，那么就算是就决定失忆啦，是吧？嗯，我去问啊，有没有谁有耳机？好的，耳机。看一，看一有。上一组是不是玩过这个游戏了？是啊。
开心吗？开心。那好的，我们也玩。花荣，你可以想了。啊，就是我想一个。你说对，你可以不发声。来来来来，排行第二的同学。哎，为什么他带？不是最后一个带吗？啊？哦，这个如果要带的话，应该每个人都要带吧。这是来搞笑的，拿个耳机装，耳朵里就有音乐吗？是要带哪个同学的手机啊？哎呦，你说的时候就假装有电流穿过耳朵。那我们就所有人都背过去算了嘛。对呀、啊，背过去就发过去嘛，就可以。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就可以。不要出声就行。嗯，对，就看口型吧，看唇语。没懂，不是这样吧？咱从谁开始玩？从我呗，就从我。那行，那就从你开始玩。然后就是一会儿哥哥会给你一个词，然后你看了以后，自己想。别麻烦哥哥。自力更生。然后呢？其实我也不懂。那你还搞得好像你懂一样。我以为是有个不懂词儿。请问你们都不懂，你们上来玩啥？陈雅玉，哎，我来吧，我来吧。那从哪开始啊？啊，你们往那儿背过去，然后我先说啊。哎呀，你会玩吗？这什么有？你们上一轮用到耳机了吗？那你点啥头呀？那你们告诉我，陈雅玉有耳机干嘛呢？怎么玩啊？假装有，来吧来吧，黄蓉你猜啊。假装有，啊、我猜来了。那我是要闭上眼睛吗？不用，你听不到。哦，我听不到。好的，那我先把耳机戴上。哎，是没有动作的是吗？哎呀，智商啊，感人。再再来一遍。懂了什么我都没懂的东西。我觉得心仪好像猜对了。哇，那他能从我的口型猜对，真厉害厉害。不是，我看你那么自信的神情。我知道了，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就是戴戴着耳机，然后耳朵里要有音乐，是不是？对。那戴吧，公然。可以哼歌，老哥你先唱一下。我从他的口型已经预感到了。黑人吗？好吗？好吗？面目全非了，已经。我真的，我已经有所预感了。花荣，你不会耳机里真有音乐吧？智慧大家，明明是猪会打架。
男，怎么可能是智慧呢？张焕锦，你说，啊、你误导了，你误导了人家啥？他还跟我说说还有气，嘴里面气有出轨大家。那，你刚刚第一次猜到是啥？你别说我跟你说。到底是什么呀？是什么？你自己猜的是哪个？你自己猜的，你不会一个都没猜。全猜，这就不能怨我了。我听的是朱慧达吗？朱慧达哈？达你看为什么？我听得很清楚。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我这。对呀、啊，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说出来这种话？那你说的是什么？女装大佬。好好一个女装大佬变成猪，猪会打架。好，那倒过来这回。我觉得第二个得就是智商在线的，不要。我来。那你来，你来。我来。谁猜？反着来。往哪边？对镜头讲，先让大家猜一下。我也看见了。继续作弊。感觉太简单了，台下都在说啥玩意儿，能不能好好说？这个赛我觉得你得小心我。哦，对、啊，快来个智商下线的好不好？这个、你也得小心人心。哎，你们不要玩的这么天真行不行啊？这就会给下面的人出点难题不行吗？出的题来了。不关我的事啊。五个字儿，再说一遍。哦，心仪你说了几个字？我知道了，我说了五个字。是五个字吗？你猜。是他跟我说他张了五次嘴。啊！我要先说吗？我觉得我猜出来了。嗯。房磊真好看。猜对了80%。啊！再说一遍。大姐来，你听到了什么？我的答案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啊。我就知道这个传达的。房磊真好。房磊好看。你哪多出来一个真？没有真。我说房磊好看的。房磊是好看的。房磊是好看。你的嘴明明张了五次。房磊。你怎么不说房磊好看呀？房磊好看喵喵，房磊好看嘎，房磊好看咕噜。你也说一下一个，房磊好看旺。好，现在谁要来当谁要来猜出题的？苗苗出，苗苗来吧。发挥你丰富的想象力。哎，我刚刚猜出来的是房磊是公主什么的。黄安如输了是吗？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猜错了，你输。那我们这一轮开始，谁输了谁罚做仰卧起坐。不要这样吧。你来。不要吧。好的。我出题是吧？啊、你出题吗？嗯。他出吧。你有苗苗，你有想好的吗？不是苗苗出题吗？老葛出题吗？那行，那老葛一样，你俩有意思来吧，都一样，这样、哎、你俩没有心电感应吧？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老葛出的题可能会很危险，就是会让我们老葛不能开车哦。会让我们这一组所有人都映入公眼的危险，那就想不出来。我会给你进化的。我有一些害怕。害怕的人是我好吗？不要说英文啊。不会的。你的嘴型能不能不要都一样？苗苗，你要戴耳机不？有什么意义吗？就戴上就能听到歌。然后你可以哼歌给他。戴上我就唱歌给你听。为什么我后面这两个人花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在进行什么什么？很清楚啊，不能说几个字。妹妹，有几个字是我说的，结束了。Pardon。我觉得你张了不止三次嘴呢。再给你最后一个。啊啊啊！好。行吧。他是这样张的，复制粘贴。不对，我也这么张。听不出来。等一下，我再 copy 一下。你跟我嘴角上扬的幅度不一样。快一点。你们好慢呀！去吧，我觉得他好像又懂了什么。你别多加一个字啊！没有，多加字是不会的，我就怕再你说出声音了，孩子。我怕再出现猪会打架，真的。哎，我猜出来了，我猜的东西跟老鬼跟我说的一样，虽然我看不懂他说的啥。但是我凭着我的感觉跟你说了，但是你好像跟你都说出声音了，那也是错的。我觉得这个不像哥哥取的呀。什么呀？我进化的很对呀，智商感人。你可能只是就是，你快点说的啥？啊，苗苗你说吧，是不是三个字？嗯，单身汪。没有一个字儿就是。花日你说的啥？单身王。不是。信你说的啥？单身汪。你到底猜的啥？我就说他的频率跟我不一样，是不是？你说的什么？是不是跟我说的？张伟，你说什么？我没错的，我猜的奶奶灰。奶奶，你看，我明明说的是。对，是吧？一模一样。你怎么变成单身了？我取的是内在美。怎么就变单身汪了呢？你看这个内字就很像奶，对吧？美呢？灰，你怎么是灰？人家因为你那个美看起来很像灰呀、啊。灰，灰和奶差不多，感觉张嘴。我觉得我们都不会读唇语，就只有像这种就是金罗赛这种鱼。这种什么鱼？不是这种灵魂鱼。我就让张怀瑾猜吧，不，让张怀瑾说吧。不，我觉得他不是你想想。那个别人传达我的，我能给弄错的，我说不定连自己想的都能弄错呢。没事，所以张华锦你来想。没事，输了反正惩罚的是你。张华锦你来想吧，我觉得这样，如果你想的，然后我们都猜了，那我们让我猜吗？对。黄茹第二个接吧。啊，我说是吗？闭眼心言。你就 copy。这里的山路十八弯。不要捣乱。给你最后一次机贴近生活。
我现在很害怕听到心仪哦这个声音，知道吗？哦，我很害怕。唱吧。说一个音标，像外国人好难。为什么我听的是好大只猪？什么？你们跟猪过不去？我说的是跟猪杠。我听的是后台起居。后台起居，解释一下。后台的起居生活呀。肯定不对，肯定不对。为啥？你看，你再说一个。后台起居。你看是不是好大只猪？后台起居。后台起居。好大只猪，好大鸡鸡，好大鸡鸡。哎，你对恶心我说，我给你配音呗，亲。好大只猪。哇！苗苗，你猜的啥？为什么我猜的是后台？是吧？不是。我猜的是后台情趣。接了，因为我想知道后台有什么情趣。后台情趣，我觉得，哦，我知道是后台就绪吧。不是，我听了好4遍，你知道吗？我能跟你确定是真的吗？你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我张怀瑾怎么会在台上说出情趣两个字呢？我这个人不开车，就是那个就不开车。我开车起来，我自己都害怕。一鸣惊人，对吗？对了，所以就那个，那既然后台就绪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翅膀》。耶。